我想问一问查理先生啊，对于这个美国的艺术，在创新方面是不是已经没有了新的这个创新力了？这个，我想一直我在跟查理先生也在探讨，美国的艺术还是不是领先了？这样呢，它的速度减慢，它的这个艺术的发展会不会受到思想上的制约啊？这个方面我再跟查理先生再探讨这个问题。待会儿有更精彩的，让查理先生回答。